巴哈马七猪离奇死亡，一遭游客为喝酒。上过美国实境秀，不少名人更特地跟他们合照。因为住了这么多可爱的小猪，巴哈马这座无人岛也叫做猪岛，但其中三分之一，一共七只小猪，最近被发现离奇死亡。有当地组织人员估计，小猪可能意外吃了有毒的东西，或可能有人恶意喂食，还说疑似有船员喂他们喝酒，但无法相信有人会伤害这些可爱的动物们。由于90年代将小猪带到小岛繁殖的巴哈马人尼克逊，指责游客不但会骑他们，更乱喂他们食物，让他们喝酒。调查人员已经到当地收集水样本化验，调查小猪的死亡原因。死去小猪则已经被海葬。尼克逊估计岛上还有大约15只小猪，为了他们的安全，他希望政府不要再让游客接触他们。当局也赞成设立限制，说可以让游客拍照或看小猪游泳，但不准喂食。国际中心综合报道。